咱们看这个佛头，方中带圆，冠呐、头发呀都不会破坏整体。它是360度的观柱，从侧面看，它头依然是很饱满。蹲下来看，一样的那么好。咱们再看唐和宋的正面很好看，到侧面没法看，就是它没有整体观。一蹲下来，脸大，脑袋小。北齐的这个佛头呢，都是特别放松的一种笑，我们叫欢喜心。佛呢，必须要庄严，还得慈悲。庄严和慈悲本身就是很矛盾的，接着他还得欢喜。特别亲和的时候，我们严肃不起来；我们严肃的时候，我们很难给人一种亲切感。他把这三种情绪完美的统一起来，这个是特别难的。